一个专线小巴司机在香港仔遇上三车串烧夺命车祸，他上半身被胎盘夹住，当场重伤，一度被困车厢入面，获救送院之后不治。另外有两个乘客受伤。不幸身亡的司机所驾驶的专线小巴车头严重损毁，泵把和挡风玻璃飞脱。事发星期二深夜十一点几，驾小巴沿住香港仔黄竹坑道快线驶往香港仔隧道，当经过黄竹坑道三号近油站对开落桥位的时候，猛撼前面一架工程车的尾部，架工程车被推前，继而撞向前面一架私家车。警方就事故原因展开调查。据了解，事发的时候有工人正准备清洗石博，点知发生严重车祸。 ONTV 东网电视新闻台报道。